高站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，本次列车终点站是双河站。我在公司，特请严俊鹏老板常让徐州头段。但京剧没有见到什么宣传。张国荣那个《霸王别姬》看了很多次。晚上呢，在这个舞台上呢，来自北京的一个小伙子，今年呢才26岁，一首《锁麟囊》呢，给大家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，也博得了观众朋友的阵阵掌声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他又来了。我叫陈阳，今年27，从事物业管理行业，自学京剧有10年。最喜欢的名家是张火丁老师。那天晚上基本上就没睡，就在网上啊，各个 B 站呀、微博呀、抖音呀，就搜集这些视频。后来凌晨几点了，就实在是困得不行，抱着手机睡着了。然后第二天上班，好不容易都搜集完整了，然后下班就赶紧回家，然后拿着剑，穿着衣裳就赶紧去操场练去了，一直从6点练到晚上12点，然后第三天，然后就录的这个视频。2019年5月29号上传的。后来这个学生也跟我说，说那个火丁老师和火谦老师都看过你的视频《朱楼》什么的，啊，就说啊挺好的，啊，我感觉有这么一句，我感觉就是他知不知道我这个人啊，见没见过无所谓了，就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感觉就很知足了。包拯说：“秋菊已经是个大姑娘了。”懂得到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情，他都会冒险的尝试。我叫王家山，今年23岁，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表演专业，爱好京剧及京剧周边艺术。俺叫你一海爱门，打开抖音消息99家，这个就跟病毒传染似的，一个人你就传染一个人就够了。不是我拍一些视频呢、比较搞笑了，或者说怎么无厘头啊，说什么，这些就是京剧演员们也会评论。比如说他们演员发一视频，那么爱好者都可以在底下评论，你是夸他也好，骂他也好，你都可以在底下评论。我觉得就是林科做的那个自媒体还是有意思的。他展示自己的，然后也跟这个戏曲结合起来，啊，大家互动是怎么着？我觉得这个是做得挺好的，并且能起到推广作用。我可以了解你，你也可以了解我。作为爱好者来，你也可以了解我。我唱得好是会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交朋友？下一场节目是发生在你们杭州西子湖畔的。你手抹了吗？指甲油涂。请欣赏《白蛇传》，表演者积累、季存浩。我叫积累，今年23岁，我是宁波大学戏曲社的一名社员。我在宁波大学医学院读临床医学专业。我脑袋要炸了。自己选的路跪着要走完。我们2017年成立的。啊，到今年才4年。我们这次演出当中是有戏曲 UP 主的，每个学校都有戏曲社，能够办起京昆专场晚会的，京昆专场的只有我们。办学生社团的目的是培养观众，而不是培养演员，就这一点一定要非常清楚。
我相信我们的年轻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有艺术鉴赏力的，他分得清什么是美的，什么是不美的。